我有话要说。什么？一本账本？有人跑出去了，可能是徐武的嘴被撬开了，一定把这给我追回来。这个时候如果手忙脚乱跳出来，只会引来皇上无端的猜忌。我得去救我姐，咱们这么出去谁也救不了你姐，反而都得死。拿徐武换人。你敢骗我？点火擒了。未来月乐台刘墉追案。